好，大家好吗？好像还没有什么有力啊，好吗？好。啊哈，我知道刚刚为什么没有力，因为还没有吃。外面待会有很多美食。那我今天其实非常开心，看到这么多朋友来支持 Alan。哇哦，他是不是年过半百，所以朋友特别多？如果我开演唱会，不知道会有这么多人没有？有吗？你们说的，如果有一天我开演唱会，你们要带多两个来哦。那今天为什么我会在这里？因为 Alan 说他爱我。那第二，为什么我又会在这里？因为你知道吗？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认真在搞音乐的朋友，还要需要换衣服哎。所以我今天的出现是为了让他换衣服，说真的。所以我们待会看看他能够为大家带来什么特别的造型。我就先送上一首 Alan 他自己非常喜欢的歌，他要求我今天一定要唱这首，那我就想用这首歌送给他，当作他的迟来的生日礼物。 Alan 听好了，你的歌送给大家，这首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歌。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美丽，虽然你从来不曾对我着迷，我总是微笑地看着你，我的情意总是记着往日眼底。我曾经想过再寂寞的你总是在我的房间里，你闭上眼睛亲吻了我，不说一句，紧紧抱我在你的怀里。你知道哦，我是爱你的，你爱我到底，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，任凭自己幻想一切关于我跟你，你是爱我的，你爱我到底，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，相信自己真的可以深深去爱你。这首歌也有收录在我们的专辑里面，那首歌我们把它改编成歌三歌吧，所以大家可以去听听看波萨诺瓦是跟现在大家听到的有什么分别。你曾经想过再见我可以为你，你终于在我的房间里，你闭上眼睛亲吻了我，不说一句，紧紧把我在你的怀里。我是爱你，你爱我到底，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，任凭自己幻想一切关于我和你，你是爱我的，你爱我到底，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，相信自己真的可以深深去爱你，去爱你。
you.